赢下首金的感受。 非常激动，也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能为中国跳水队拿下这枚金牌吧。有人说中国跳水拿奖牌最稳，什么感受？ 其实上，虽然说在外界看来跳水可能是一骑绝尘的项目，但是还是靠每个人从日常到比赛去拼搏去努力所获得的成绩吧，并不是说那么轻而易举的。今天的发挥怎么样？今天发挥的还一般吧，虽然说分数还比较好看，但是我们俩发挥的并不是特别好吧。对，预计拿几块金牌？ 希望把重心放在比赛和自己的动作上，完成好自己的比赛吧。